里啊。阿姨，你在干嘛？阿姨，你小吗？你谁了？为何无尾熊老师在睡觉？哎，他们只是吃东西跟拿东西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休息。哎，那你应该是尾熊。你在干嘛？养三宝吗？真的很算的，但是小没办法。Thank you.